叫他下来，哎，打几号就打到房间了。还问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帮我看一看，看不到吗？没有我看呢，很奇怪。然后坐计程车的就拿这个名片出来，先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电话几号。哎呀，真丢人！还好，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。我现在近视眼睛慢慢回来了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老化也慢慢没有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哎呀，真是感恩的。哎呀，我那时候看了一篇文章，说你儿子说了，其实我跟我爸爸小的时候并不熟，有的时候一两年也碰不到面，这很正常。很正常。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名言，不应该每天回家吃饭。如果哪一天回家吃饭，或者晚上十点就回家，那一定是他生病了。但是呢，他说等到我工作的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会很崇拜我爸爸，而且我很感激我爸爸做人的好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来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我帮你什么忙吗？因为当年你爸爸帮过我忙，你现在跟我讲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没有了，他现在跟我一样，他也是常常生病，因为他也不回家吃饭。这就学你啊。我阿宝有一天打给我，他说，哎，提一提你后天是弟弟生日啊，你记得。哎，我马上很聪明，这样子打给他，哎，后天要去哪里吃饭了，在干嘛，你生日啊，好像我记起来这样子。他说，但后天我没空啊。哇，我马上说，老爸要跟你吃饭，你说没空？当然没空。告诉你，想不想分遗产呢？哎呀，真是的。结果，真的，他说要拍戏，他说，我马上想起来，就是我以前。你当然我开心了，因为他了解我当年的痛苦。啊。所以，我们阿宝跟儿子两个都在这个圈子的时候，省了我很多话。不用去解释了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。你经过的必要比人家多很多。凭良心讲，你在演艺圈经历太多的事情，但是我总觉得人应该就像你这样。我经过了跟你听的差没有那么多，你听的太多了，你天天访问人家听那么多。今天不讲你，我们要讲别的。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他这么忙，其实他这样用心的为国片，我们要讲国片，这么用心，出钱出力，自己要拍，我这个精神我觉得很了不起。但是呢，他这部戏选的这个男主角也是很大胆的。他应该是一张白纸，那这张白纸呢，那这个人去演的人呢，也应该跟他的身份一样，大家完全对他不理解的，才可以。所以我一开始说，用这个来拍新人是最好的。好了，当我决定用新人的时候，用谁呢？那就要从很多人里面去挑。挑到一个，唱歌很响，说话很小声的。对对，很有性格，看出来很害羞，但是他里面有点东西的人。有点东西。我们欢迎萧敬腾。我是杀手，按规定我必须在七天之内杀掉。是哦，这么快？谁花钱叫你杀我？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问。不要，一个新的 case 给你了。操你妈！放我下来！救命！叫你要杀了他！我叫你别跑，让你别追嘛。你不要激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要演一场戏。娜娜，你负责的是变更身份、骇入并破坏各式电脑的监控系统。陈叔，你负责的是提出适当的假释。你，帮目标投保，诈领保险金。这样我们就可以重生啦。杀手一旦接了单，就不能取消。
下一个杀手肯定没有更强，而且会连我一起干掉。先生或曾宝仪来找你拍戏的时候，你什么反应呢？我很开心。你有告诉人家你有阅读障碍吗？没有。他后来人家才说他有阅读障碍，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啊，只是人家说是啊。他很哎呀，很有型哈。第一天、第二天来的时候，我还吓一跳，因为他还没进状况的时候，还觉得他哎，怎么讲话好像冷冷的，冷冷的。他是冷冷的。但是哎，你看完戏你就知道不是。他不冷啊。嗯，完全不冷。还有亲热戏啊？有啊。你也有啊？他要求啊，我。你要求的吗？我为什么要当老板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没有呵呵。那个对手是我女儿挑的。你女儿帮你挑的？哎。哇，是你喜欢的斯黛鲁啊？是他喜欢的。他喜欢的，你女儿喜欢的啊？哎，在这个戏里头，其实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个秀娜，是不是？对，周秀娜。我记得哈林有一次演唱会也是，哎，抱一个美女，就是她，对不对？哇，周秀娜。跟萧敬腾合作，哪个比较好合作？啊，这话很难说，人在前面怎么讲呢？就是哪个不好合作啊？因为哈利没关系，你就讲他不好合作，他脸很臭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两个都很好。真的吗？很江湖，很江湖。嗯，对，两个都很好，因为都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跟他是那个拍电影 MTV， 然后跟哈林大哥是在舞台上面，其实他很照顾我，对，他很照顾你，就是他很少照顾人的。对，我跟他合作多久，从来不照顾我们。好，照顾你干嘛呢？人家照顾别人呢。哇，那萧敬腾在戏里头其实还有一个对手，对不对？叫陈曦。对。那个女生酷酷的，酷。最近很多电影、台湾电影都在。对，这是你挑的吗？连续三部啊，起来起来啊！哎，陈曦。当时你知道要跟萧敬腾一起演戏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其实还蛮惊讶的，因为没有跟歌手就是有这样子的接触。就想完蛋了，歌手等一下他一定要做唱歌的 pose， 怎么演是不是？因为里面挺多亲热戏，那歌手永远都是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对，哎，很多限制的嘛。有吗？还有，其实也不是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非常多了，蛮激情的。蛮激情的，他是你爱他要救回他两次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要把我们的剧情讲出来。没有，这上面写的嘛。爱他就回收他两次。回收不是救他，回收而已啊。你把我们的剧情，爱他就回收他两次。好了。